哟，给我满街指我，这不是纯纯的碾压僵尸吗？哼，真是个大意的小僵尸啊！草坪还放了高地刺、矿车。虽然僵尸有药水，但看我全选玩魔法的植物。开始。纳尼？还沙尘暴带火把僵尸？南瓜巫师上啊！还有花菜、金缕美女巫、风暴菇。就他妈的，什么情况？卡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再来一遍。南瓜巫师、魅惑花菜、风。又卡了。不是吧，一放风暴菇就卡住了。不会是创意庭院的风暴菇有 bug 吧，都不玩了。老大，如果你不玩。大嘴大嘴 and 巴拉巴拉巴拉，不选我的话那就滑稽滑稽。看那两个表情，小心小僵尸晚上来你家偷马桶哦。啊这。你干嘛？哎呦。那这次就不用风暴菇，换其他魔法植物吧。这关肯定可以一次过啦。沙尘暴、冰冻的，还有恐龙，还有章鱼，还有睡眠，这里还有钩子、变青蛙、机器虫、小鬼搞偷袭、暴风雪，那、no, 全部都是老六僵尸啊！幻阵容，啊！可恶啊！这关必须要保护屁股。那我这样，紫砖萝卜、锦龙山竹、南瓜头、坤坤，这关只要把屁股保护好，就不会被偷家了。